现在是极致歌网，我可以把绿岛的这个风景介绍给大家，用唱的。我以后决定要取代张帝。哦，本来要取代白云，那白云瘦下来又变张帝，所以我取代张帝。那你很忙哈？不会，每天都在改变你的 target。对对吧？你的目标。哦，对对对。哦，你被这个极致歌王，你要用歌唱的方式把绿岛的风光介绍出来。我不要用张帝呢。各位朋友，我来告诉你，我不用这首歌。你不用这首，我专门就用《绿岛之夜》。绿岛之夜，绿岛之夜，无同款的 melody， 介绍阮绿岛甲蓝树，而且风光。喂，你改编呢？我改编了，改编。你这熬了，无啦，普通。你的唇你去吹啊，你差你小看咧。这里头面子那就太宽。专心，你就知影，以前跟你个计早计娶新妇，包括离婚，我拢在主持。我才讲过，我有讲，我知啦，我是要甲大家讲。那离婚呢，爱先收钱，因为有可能主持到一半会拍嘅，啊，我会收无安尼。是先收，先收一半以上。对对对对对，你是要唱无啦？啊，我唱唱，啊，麻烦简简单嘅甲阮找者来，拍者破，来来来，来介绍。台东的海外有两粒岛，就是蓝苏加列岛。列岛较早叫做火烧岛，拢是乖兄弟哟。海底温泉，美丽的观音洞，风景真正美。在是好佚佗，厉害哦！搞啊！哎呦，太搞了！你够激动了。绿岛的灯塔闪闪是，好食海产满满是。咱厝脚扎叫阿公靠树，大家拢穿丁字裤。海风啊，吹来的是新娘被脱开。灯都真正是好耍哟，赞！绿岛真的很棒，谢谢。我台东的乡亲，老怕不爱，领导永远都好家人，谢谢。不怕的，较注意的，好，不怕的，阮时间会去处理啊。小伟，这条歌有可能会红哦。不要吼，可能你收收入伫你甲收入这条歌，你唱唱片。啊，这首歌都老歌。啊，对啊，你重编呐。啊，书我免钱嘛，你甲我出。啊，这首是你写的。你甲出啊，我叫人买嘛。啊，我贪你偌济安尼啦，500万有够无？我别人无，我钱上济，我等下请两车收你。你金砖呀？对，小个子。小个机呀？无办法，今时分十分钟，慢慢来行起来台顶，慢慢来行起来台顶。以前我一边去台北，边去台北到底是要安怎去的？卡到王宝钏跟四平贵，四平贵先骑白马过三关，但是十分钟是讲到底我台东人要骑什么？我就骑山地去，骑山地去台北。拍过，拍过，哎，传递，传递来，紧，传递来。你准备骑山地要去台北？无敢，无敢。但你骑，骑，骑，一骑三年，佫骑袂到台北。是，这条船刚刚的时阵，刚刚的时间，山地头壳举起来，大呼大吼一声，你来喊动啦！这个时阵，你到底要不要骑？奇怪，奇怪。头一摆看来听山地的讲话，山地的讲话，山地俩讲咯，山地俩讲咯，山，你来喊动啊！新闻听，新闻听，到了一生上大的希望，甲抱着一抱负，准备呢，踏入去歌坛来。是，但是伊这款体格，人会骨底，为一句话，哎，我咧讲话你点点，为一句话嘛嘛，咁找人，暗时咁找着人，但是伊边啊徛着真漂亮的女性。苗可丽看到伊梦中情人哦！天哪、啊，我就是爱这种乌索索暗时找无的人，安尼暗时就会当你啊索索索蹦蹦蹦蹦啊！这是什么所在啊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喂，先生，
你生了乌噜噜，你怎么是咧抹黑呀？